啊，终于可以微服私访了，去看看有什么趣事。不去不去，谁知道会不会收黑钱呢？啊，就不跟你同行嘛，至于说这么不轻的话吗？这古籍不会有武功秘籍吧？买一本看看怎么样？我去，这么背居然买到假的？哦，还有美女弹琴，过去认识认识她。